邮局。我喜欢当网红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你自己。哎呦，我今天没有发文呢。我们的 YouTube 订阅快50个了嘞，走。干嘛？你要拍？我要自那个自拍耶。自播。OK， 要去。好热哦，今天好美，好热哦。OK， 不好看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走，好热。先不剪头发。我们拿着，走。我们要去中华电信。晚上有那个了哈，我们下午要去拍那个。拿着，下午要去拍。你不是要买饮料吗？喝了吗？哦，对哈，走。我是刚好看人家在喝饮料。开一下，我们下午要去拍。我老婆要下午去拍那个喝泉的，我儿子喜欢吃蛋狗。他一直讲了说很久了，不要带他去看，去吃。对啊，蛋狗蛋香。现在是真的是进入夏天的气候了，我们刚刚汇完款。哦，厂商的款。炎热的夏天。你看，你跟老婆恩不恩爱？哦，Hello Kitty 的啦。哎、欸，很热嘞，等我赶过去好不好？拍一下影片让你们看哈。晒、哦、一下恩爱哈。晒一下。你看我老婆身高跟我差很多，你看。我八倍哦，你多少岁？一五几啊？哦，好年代。你干嘛笑什么笑？我跟你讲，我老婆很辛苦，她陪着我吃苦，好不好 ？OK。这种天做铁皮屋在屋顶上，跟我热到爆，那个好像铁板一样烤肉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是啊 ，OK。就跟我小学同学过来，跟我吃苦耐劳。晚上我们要去夜跑啦。晚上2点都夜跑啦。完全没跑了。哎呀。OK， 拍个2分钟就好了，那我关掉。OK。拜拜。